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冇谂过会做地盘，有时真系喺地盘系带埋妈咪翻工噶。我系 Raylan， 我系 Hong Kong U Space 嘅毕业生。本来咧，我喺澳洲咧系读medical science 嘅。一 two 嗰阵时开始咧，屋企个经济环境唔系咁好，就冇能力供我啦。咁我就翻就嚟香港度做嘢。初头做我系完全乜都唔识嘅，做锄犁又有做过，搬运又有做过，个人好似好冇方向。唔通我真系要一路咁样做落去？你而家唔如意，唔系代表你成世唔如意。人生要低潮啦。你要懂得自己怎样装备自己，再去迎接下一个挑战咯。那时我借钱都要去读书，日头做嘢，夜晚就翻学，其实是很辛苦的。Hong Kong U Space 那里给了我有这个学历和资历，那我职位就一路升上去咯。作为 Project Manager， 我上面又要对住技师啦、卡人啦，下面亦都要对住伙计啊、判头咁样，一定要样样嘢都要识嘅，包括法例啦、工程合约结构啦，缺一不可嘅。喺建筑界嚟讲咧，呢十几年整体上水平文化系一路提升紧嘅。当你fulfill 到一个人生嘅阶段之后咧，咁你可以揾你另外人生想做嘅嘢，我觉得建筑系我终身职业。我始终我觉得我的兴趣在 medical science 那边，所以我就再 pick up 翻我读翻呢一科咯。人生就好似开始就好似起楼咁样，个地基一定要做得好，先容易起上去嘅。